네, 안녕하세요, 엘리 구독자 여러분. 축구 선수 손흥민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世界级足球选手孙兴敏和辣妹夜游夜店，服装造型却让网友感到荒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有韩媒报道，有一名疑似是孙兴敏的男性和几名女性友人的贴身合照，而引起了韩网的热议。据韩媒报道 ，A 姓女子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抛出了自己和亲友们去夜店玩乐的照片，并写下"真的是很惊喜和珍贵的瞬间"。 而从照片中能看见，除了 A 姓女子和亲友们的合照外，还能看见一名长得和孙兴敏极为相似的男性在夜店游玩的模样，照片瞬间就被疯传到各大平台，也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和讨论。而令人感到发笑的是，网友关注的问题点竟然是孙兴敏的服装造型，许多网友纷纷表示，不管谁看都是运动完后去的感觉，稍微打扮一下吧。 不是说对时尚有关心吗？这样没被挡在门口也是蛮可以的。科科科科科，是在伦敦的夜店吗？不知道大家对于孙兴敏到夜店游玩的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